只想证明自己。现在这个社会没钱，谁能看得起你？生活中的压力，它被我化作动力。换了好几年，我仍然没有半点出息。感情上的失意，它被我看作激励。山盟海誓的爱情，它算个什么东西？不想再失去，我继续努力。可是我得到的还是他妈的一败涂地。我再一次的激情和再一次的努力，再一次的我换了。